轿车要开车门的时阵，要特别的注意。日前有一名技师在经过健身街的时阵，路边一台车辆突然开车门，造成技师双撇背负弄掉，当场膝背受伤。家己车上交接的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救援。家车后来救护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女性伤者坐伫机车边啊，救护人员随即将查看伤者状况。不过在这名伤者意识清楚，不过机体有大面积的擦伤，救护人员随即替伊进行伤口处置之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根据伤者表示，伊在经过健身街时，一台停放路边的车辆突然间开车门，让这名骑士当场撞到，并摔车受伤。该车伤者由后面撞，开车门要先注意后方来车，并以两段式开门的方式落车，才会使保障来车以及自身的安全。新闻台民间七彩凤报道。亲爱的乡亲和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咱可以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。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，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